大家好，今日走咗嚟旺麦，咁啊睇下啲食物价钱啦。呢度啲清洁剂嚟啫 ，Hungry Man 一个餐啊，摆入个微波炉浸叮热佢就可以当一餐饭，4.47。呢啲咧用 air fryer 或者焗炉仔去焗翻热嘅薯条，4.26。呢个一人份量嘅 pizza 3.97，又系用啲焗炉仔去焗到嘅。甚至你可以用微波炉咧解翻冻佢落个镬仔去煎翻佢嚟。呢度有啲shower cream 啊，yogurt， 啲牛奶仔 ，yogurt 仔啊，唔牛奶仔。呢度有啲冰生果，佢洗好曬啦，跟住然後冰咧。冰咗你買咗翻屋企啦，咁啊仍然去繼續冰啦，你可以嚇擺落個 freezer 度，然後到想食嘅時候咧，就拎個碟仔喺入邊挑幾嚿，之後擺喺度，擺喺室温就解翻凍去，跟住就食得。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因為方便啊嘛。到你想食嗰時候，就拎出嚟解凍嚟食。雞蛋價錢，大蛋。3.68，貴咗好多啊！咁頭先睇到個報道咧，就講大陸而家先係缺水嘅問題，唔係金錢個缺水啊！金錢缺水可以開架印刷機去印嘅，嗰個係我哋飲用嘅水啊，同埋推嗰個水力發電嘅水，種農作物嘅水。嗰、那個問題好嚴重喎、啊，咁可以咁嘅，喺其他時候咧，我睇曬嗰個documentary 咧，然後真係撮要咗喺呢度再講一次，用中文同埋用廣東話。因為那個就是鬼佬講的，杯麵9.7，我要打張卡。這些做什麼薯蓉啊，薯蓉啊，即食薯蓉就6.3元，2元盒，平過買薯仔好多。呢度咧就啲生果，呢個提子咧3.97一磅，呢啲七彩椒啊3.97。武核甜橙1.87，加拿蘋果4.97，三磅。呢啲 YFM Macintosh 蘋果，麥金塔蘋果，3磅裝4.97。咁啊，走嚟影啲聖誕花俾大家睇下。聖誕節就到啦，聖誕花。咁啊，而家要收線啦。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收咗線之後咧，用 WhatsApp 將呢個場轉播俾我阿媽睇下，因為我阿媽老人家匿咗屋企，咁啊。播啲生活片段俾佢睇，等佢用隻眼嚟代替生活。